欢迎收听到，祝我身体有保寿。各位你好，我是你平珊珊。现时咱已经进入立冬的最季了，那立冬的立就是开始的意思。立冬啊，是冬季的头一个最季。在闽南语有立冬补冬的说法。实际上啊，除了进补饮食调养以外，精神调养、体育调养也袂用得忽视哩，皆得符合中医所说冬藏的原则。那么在这个最季来养生，还有啥物需要注意的呢？在这部水开始啊，咱也是先来学淡薄健康养生的小知识。冬令进补，食补为上。滋养阴精是冬季养生的重要内容。最好有可能加食白菜、白木耳、乌木耳、甘杞、莱芽、猕猴桃等补养阴精的食物。辛辣口味、烧烤、煎煮食物就较少食咧。平常时也阁着注意加啉水。紫杉木、紫藤可以掺淡薄沙参、黄芪、麦冬制品，另外也可以点一半火，低火压火继续做炼。因为火是一款排毒的食品，容易被人体吸收，对人体非常好。粗皮茶可以养胃健胃，近年来也是爱啉粗皮茶。粗皮茶确实有养胃健胃、提高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将粗皮茶放伫真空保温瓶内面，用90度以上的烧滚水吸入30分钟左右就可以啉了。每一日无限时间来啉，但是要注意的是，粗皮茶唔通交含有蛋白质的食物做点啉，比如牛奶。若是惊啉了较激烈，可以掺淡薄冰糖。关于这个养生，咱先讲大了。中医说。冬季宜养肾，你现代医学内面所指的肾，虽然交中医所说的肾无完全相同，但是其中啊，有一些功能呢是有重合的所在。那么中西医所说的肾有啥物区别呢？肾要怎样来用啊？有病要怎样来调呢？所以，咱就有请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先生柯彦宏为咱带来冬季宜养肾系列节目，马上开始了节目，更加精彩。又到寒冬来，冬季的自然界阴盛阳衰，人体的阳气也随着自然界的转化而渐增而来，因此冬季养生十分重要。那么冬季养生应该要注意什么？养肾补肾又有什么要点？肾虚肾痹又要怎样治疗？敬请关注本期的养生指导。永生那么精通，咱就请教先生柯彦宏。今仔日无啥个联系，来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的副主任先生柯彦宏。柯先生，你好。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说临床侧面冬季养肾，那么中医认为说这个冬季宜养肾，所以啊，在咱这个初冬哦，这岁岁入冬的这个时阵呢，来谈养肾这个话题，可以说是正合适了。那可是你是这个肾病方面的专家，你认为咱中医的理论冬季宜养肾，有合理无？冬季养肾是非常非常合理的。首先，咱来了解一下中医这个肾的理论。中医的肾呢，唔呐只肾这个中气。而且主要是说这个肾的生理、病理的功能，包括与其他脏腑之间的相互的关联。点一道要强调的是中医的肾呢，啊，佮指肾与外界自然界之间的这个相互的关系。那咱中医说，五脏应息时，各有收受。那的意思就是说呢，五脏呢，佮春夏秋冬是相通的，比如说心主要是跟夏天相通，肺主要是跟秋天相通。那咱这个肾呢，主要是主冬，肾的功能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古人说肾是先天之本分，生命的门。就是说，咱冬季的时阵呢，如果来用这个肾养顿好势，按春天的这个生理的这个机能。在青春焕发，所以来说中医的这个养肾，踮咧冬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这就是咱这个冬季甲这个肾的这个关系吼。证明说哦，这个肾气呢，在咱这个人体当中呢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头先咱刚刚大家人具体介绍了这个冬季为什么要来养肾，那具体要怎样来用呢？咱知影冬天呢是咱南方是湿冷，踮咧北方呢是。冰天雪地，就是说冬天伊个阴气是特别重。那咱这个肾呢，就伊是阳气的
根本，嗯，就是咱比如说肾，就像冬天的这个火炉，嗯，咱其他的这个脏器需要这个肾，这个火炉的这种温煦的这种作用，嗯，如果肾的这个功能甲保养若无得到也好的这种用好，那么这个其他的脏器就一定也无法得到这种温煦和滋养，嗯，那总的来说呢？冬天就是要藏得用，嗯，收藏啊，收藏无大。那总的来说，咱主要是有三条原则：第一就是要用，第二呢就是要补，第三呢就是要防止这个阳气消耗去。就主要是这三条诶原则非常重要。嗯，那这个三个原则呢，一定是要注意的。那具体来说哦，在咱这个饮食起居方面吼，咱这个生活细节方面，要怎啊来最高这个养生的，保护咱的心脏呢？首先，咱用睡眠甲起居这方面来说，嗯，最好是早睏晚起来。当然了，咱这个上班，大家压力计也大。你若要说困啊到九点、十点，无啥可能性。但是就说尽量会困较晚嘞，然后呢，效率较悬嘞，才有法赶上这个上班的时间。嗯。第二呢，就是。紧卡接手的吼。是是是。第二呢，就是食食的问题咯。那食食的问题，冬天呢，养生主要是，比如说黄芪咯、甘芪咯，种个。补气的种个药咯。那食物呢，主要是包括乌色的物件，比如乌米咯、乌豆咯、乌木米咯。那叶类的呢，主要是羊叶，羊叶应该来说，伊的温补是作用是第一明显的。那点一搭，我要重点阁介绍一种养冬季养肾的方法，啊，简单就是泡脚骨。哦，困前泡脚。是是是，怎啊明要困之前，切姜切一下哦，然后滚水下头滚嘞，下头滚等于自然的冷却，冷却到甲咱体温差不多，就是35度到40度之间的种个温度。啊，放咧最好是放咧茶汤嘞，为虾米？因为茶汤伊无容易用种个热气哦散去散煞去，然后伊就比如说咱泡脚一般是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安尼伊就换保温。是是是，安尼咱种个这个脚骨的跩循血液循环呢，就放就是得到顺畅起来。因为咱这个脚骨的穴位啊，是对咱全身的各脏器之间是相对应的。那点到要强调的是说，泡脚实际是袂用泡伤久，并不是说你愈泡愈久是愈好。因为你如果泡的时间啊超过30分钟，咱全身的跩血液循环就会走咧脚骨的。因咱因泡脚是做伊遐毛细血管啊，遮血管哦，皆是开放的。啊，这个时阵，如果你若泡伤，你若泡伤过长哦，就会引起心脏甲头壳相对缺血的种个情况。哦，缺氧。所以种个对于红个幼囡啊，包括红个老人哦，这个是无适合的。哦，就会头壳晕咯，哈。是是是。然后最后强调一点呢，就是夫妻之间的生活，因为咱肾的主要的功能，中医来说是藏精，那所以说呢，踮咧冬天的时阵，你如果啊将个夫妻生活伤过频繁的时阵，就会用种个精气，消耗太准，那么对于下一年的这个春夏秋冬其实是不利的。是啊，咱中医内面哦所说即跩养肾的即跩关键点呢，佫是也重要，其实也是也有玄妙之处哦。就是那么，咱也佫着佫共大家人提醒的，就是咧现代医学当中所说的肾啊，交咱即个中医内面所说的肾呢，唔是上一项物件。伫即个基础面顶呢，咱就佫交大家人来探讨哦，即个肾病，啊佫有即个要怎啊来。在你生活当中要怎样来养肾吼？那伫现代医学当中，这个心脏呢，在咱人体当中又搁有啥物款的地位啊？咱现代医学来说呢，这个肾的位置是伫药的这搭这个位置，伊毋是像中医安尼，伊主要是指整体的概念。咱具体来说，肾的具体的现代医学通过研究的这个生理的功能，咱肾的功能呢，毋那是这种排水甲排毒的功能，啊，佫有非常重要的其他功能，包括是维持咱体内的这个酸碱的平衡的功能，包括伊的内分泌功能。那伊的内分泌功能呢，实际是肾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伊包括有通分泌
调节血压的这个功能，嗯、有法让分泌促红细胞生成素的这个功能。嗯、所以呢，肾如果若歹去，伊比阿做病人会出现说面色也差、便血。那各一个功能呢，就是肾有法分泌调节维生素 D 代谢这个功能。咱知影咱骨咧形成的时阵哦。骨的新陈代谢一定得有维生素 D， 那是咱这个肾如果啊歹去，就阿侪人为虾米表现说脚骨的酸痛、腰骨的酸痛，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骨头的这个代谢受到影响。所以呢，咱肾有三大功能，我搁重复一遍：第一就是排水排毒，第二呢就是调节咱体内酸碱平衡，第三就是伊内分泌的功能。嗯，那么像你头先所表示的这些功能来看哦，这个。天台医学当中所说的肾，交咱这个中医的这个肾，也阁是有一呾接近或者说是重合的所在，但是因又阁是有所区别的是。是，咱现代医学说肾的时阵，若有病，一定是通过咱现代检查的手段，嗯、比如说血液咯、B 超咯、小便咯，这些检查的手段，只说伊有病就是有病，无病就是无病。但是咱中医的功能呢？有踮咧西医检查出来无症状、无毛病的时阵，嗯、就是说没有客观的这种依据的时候，咱中医有个说肾虚、肾气虚啊，阳肾阳虚啊、肾阴虚。但是说咱的老祖宗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伊有法通伫咧几百年代之前就法通总结说，咱这个肾呢可以有叫做载体合谷。生髓，伊意思是啥物？就是说，肾是主骨的，嗯、而且伊个生骨髓，啊、哦，是这甲我头先说的这个肾，分泌促红细胞生成素和生素 D 的这个产物的生成有关系，是相通的，是这。无大哈，那么人说好肾是宝，咱着用心保伊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今仔咱就先讲到这搭了咯。下一期啊，咱就继续请这个柯先生，共大家人来介绍。如果那是这个肾脏吼，还是或者是说咱这个中医里面所说的肾出现问题咯，应该要怎样来对症下药？好了，感谢观众收看，感谢柯先生。上你的才艺，赶紧来台商投资区厝门口就是阿九艺术公园的圣沙拉走湖参加海山吧！你将成为2016年泉州最受关注的小童星。报名电话：2011-90272755-7777。提前报名，请关注电话号闽南语频道。